我看新飞反而是带头听牌，对，36条。新飞今天打的牌型哦，就是比较有点较直冲的哈，伊较袂想讲想的比较多，然后他觉得现听他就现打哦，好像现在嘿，对，自他动马导，上嘿自动导航，马上胡牌。那银汉因为他有进到这个眼睛八条，所以他采取听想逃的是啦，啊，对，没对，错。想逃的这个时阵六色袂胡啦。好，五万跟东风，五万剩一张，东风也剩一张，但是李已东的经心糊落了。来啊，嘿，在这个信伟要猜一二筒的时候，信飞已经早听了哦、喔。对，那刚，好，那眼看这个36筒也只不过比星辉哇，多一张6筒而已。对，因为给一个桃啊，危险来了，哦、喔，啊，好，听白，但是呢，倒去吧。只能。哎呀、啊，哎、欸，真的像哥讲的、哦，女性选手比较较袂钝呆啦。那打什么牌也不用，没有什么好争论的，因为就在前面，就在对，最后一张。没错，就是我们现在朋友讲的、哦，有时候这个打牌哦，其实就性别是没有关系，就是有点类似跟个性上啊，哦，就是男生女生不分了，哇。在我们讲的男女不分的情形之下，我今天好像是女性选手一直在胡牌哟、喔。好，那这边还是一样。对，新飞这里还是选择一进听哦，而且采取还是147万哦、喔，进这个筒对，子挂。这个牌对，打法我也是这样打。就是让自己的牌哦、喔，不要你说你虽然说听口漂亮，但是也不能让自己太过有那个选择性障碍困好，难。你来看。了。起码得香桃哎哈，对，可一吃桶可来。碰，对。好，那现在讲的嘞，马上胡马不上胡？胡牌，不胡吗？胡应啊！该是胡了，一中瓜嘞。对啊，一个对呀、啊，还领先的。对。九饼第三张被摸走了，7万出来了。哇，七万来啊啦！但是七万这个时阵，信伟刚哥被拍。他不打也没有牌打。对，但是如果这个时候。好，他不选择下车。他没办法下车，全部不见了，对啊，七张牌都不见了。因为陈顺顺呢，早见的话，他白皮早就猜打了啦。对啊，但是我的上家不知道我听牌，如果他知道我听牌，他就不会再打那打，一他只。就不会再打了。他要跑牌，对，他就他比再较不跑牌好。就跑到人家的中洞去了。对，他也不知道，所那以事是实上打牌，你永远不要以为早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听得早，你永远不要以为你听得早，大家都摸同样多的牌，你听牌代表人家也有机会听牌。我们讲坦白，有时候上班吼偷闲摸一下鱼吼，本节瘦的时阵啉一杯茶，手机点一下，手指是点啊，一下，看一下5分钟、10分钟，但是没刺有，我觉激一下。得没有主播跟赛评的，好像留言的人相当少，因为好像没有，就感觉没有互动对他感觉没有人可以打招呼，他就没有留言。哦，也是 OK 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呢，麻将大对，哎，师会渐渐改说进。着说着，新飞就胡牌了。对，又再次来胡一把哦。好，新飞这边已经听对对，东风9万。对，对倒，但是这个9万是没了。东风东风啊，目前没还不见呢，东风摸谱呢。摸我谱讲完你就会懵未？呢，代表伊今仔日爱做懵啊哦。好，玉涵晚安。信伟的47筒，哇，我讲诶，都来啊啦，被对家摸了摸走，啊、哦，那是摸走好，了。那再胡心扉还是要胡啊？胡9把，9把等于自摸3把，因为对。他的放枪数是零。好，哇，选新择飞选择这个这砍个张，就马上掉下来，哇，这五个信八伟，筒我说信哇，伟的命就是不好啊。都要踩到那个点哦，改牌出来哦，只所以要，有时候真的很对可啊，惜这个哦。只要要听就是点炮。我那天好胡牌，我那天打那个周赛跟总裁的决赛就是这样子。连续两次决赛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就是没办法。你看打到这个点了，你说对，你还要闪吗？这没得闪你就是了，五八去选一张而已啊，就没除什么非好我不闪听啊。了。对啊，就没但什么是好闪我如果今天不听，我前面不用吃的那么辛苦啊。我会想成说，我如果不吃，你那个牌不会掉下来。可是他不对，知道，他才刚改听，对，就是他不，改那个牌啦，对啊，所以那个气流就不一定了。